Junkie.交流以后，大家就说明显的差距比较大一些啊，所以说他们也在整个的进攻上面打得比较简单，也以外线为主啊。那么确实就说他们的能力非常的强。那么在这个投篮，因为火箭本身现在的打法上面就是以外为主，以快为主，所以他在外线的投射能力方面应该说非常的强，他的整个的三分球应该也是。他的特点啊，也就发挥得非常的好。那么我们想呢，我们跟他们在双方在通过比赛呢，我们也是通过交流，我们学一点东西啊，因为我们确实差距非常的大啊，无论在攻防两端是很困难的去防守他们啊，所以说我想通过这个比赛，大家从我们球员是零距离的跟 NBA 这些一线的球员啊能够接触啊，通过比赛交流，他们也能感受到。啊，他们这个我们这要提升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大家回去要更加努力去训练吧。这也大家既然是季后赛，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比赛，也希望在21号比赛的时候能够打出我们自己的水平吧。